我靠。盘点39个放屁拉稀社死名场面 TOP。Top 二，小姑娘，你去帮我拿瓶水吧。收到。在一起久了放屁，好臭啊！干嘛？你想走啊？Top 三，我刚刚放了个小屁，哪有这么夸张？你自己闻一下。干嘛？啊，小爸，给我点纸。哎，他没纸了，他没纸啊！哎，叫爸爸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大声点。爸爸，大声点。Top 四，敲谱。Top 六，他前面100米是一个巷子，拐个弯，然后再走50米，然后在那个路边上。哎呀，快去吧，去吧。我的个，真的能。Top 七。Top 八，没事。我在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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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我18岁了，我等着，等着。带动，你们是公平的。我决定。哦，挂住这个表情。哎呀，我一裤子屎，我一裤子屎，能不能 ？Top 九，人就是零度，那就是上步嘛。他是总以为他那是个屁。裸睡收背就啪啪放上了。放一晚上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屋里没人了，满墙的那个香蜡子，哎呦，就是崩的那个天花板上都是，哎呀，这8岁的，就是撅着呗，放呗，那太有劲了，刮一下崩天花板上了，那屁你憋的那啤酒啥的香瓜当的，那不是崩的那是吗 ？Top 十。没有啊。Top 十一。Top 十二。Top 十三，你有点素质行不行啊？这公共场合你放一个屁、两个屁得了，你还放个连环屁？哎，这位大哥，这车上这么多人，你凭什么是我呀？我都闻着你味儿了，你问问他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是不是欺负人呀？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呀？证据？你看看你把这脑子整的。Top 十四。Top 15。
有人。Top 十六。Top 十七，想放屁的时候会如何掩饰？你放个麻辣松皮还要加伴奏，那个是不是要香气嘛？你把唱嘛。Top 十八。什么？快点回来拉屎吧！什么鬼？改不了。Top 十九。Top 二十。Top 二十一。二十二。Top 二十三。五十三了，就这几秒钟了。来了。你看他怎么？怎么像？Top 二十四。玩的。Top 二十五。Top 二十六。哎呦我的妈！Top 二十七。二十八。Top 二十九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Top 三十。Top 三十一。Top 三十二。
哎呦我的妈！Top 三十三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臭？不知道啊。你别笑。是空调太大了吧？不会啊，以前都没有这个味道啊。哦，忘了跟你介绍了，后面这两个是我朋友，威武哥和美丽。你在后面怎么不说话？我要是开口。Top 三十四。等你。Top 三十五。我想放屁。那就放呗。我感觉这个屁让我臭了，我不好意思放了。Top 三十六。Top 三十七。老板，是不是要放屁？Top 三十八。好，欢迎光临，这边扫码登记一下。哎，扫完了，扫完了。欢迎光临，有厕所吗？一楼。啊。宇文先生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让我先上厕所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咱先上去。哎呦，别碰了，别碰了，别碰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先上我们家这边登记。先生您贵姓？哎呀，凡凡，林凡。林凡，哪个？哎，木，底下大那个。哎呦，我兄弟，我兄弟，一直是，一直是。您多大？31。您身份证号说一下。哎呀，211。211。36。真是。哎呦我的。Top 39。